哦，越讲越过瘾了，再多发挥一下。你不做这样疏通啊，会怎样？东升跟三立啊，你绝对是互看不对，不对，互看不对劲。再继续发挥，这样太好玩了。东升是国语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三立是台语人嘛，你这两方面绝对是互看，互相啊会怎么样？惧怕，对不对？厌恶，因为那你会找人，我们是有仇恨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不太一样的。对不对？你这你要去找新的组织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这小团体，对不对？要去找新的组织，对不对？三里这些人啊，你去新的组织在哪里？在明示。不然呢、啊？你看到东森那些，你就会又是害怕又想打人家的那种情绪冲击很硬，你知不知道？相反的也是啊，你东森对这个三里这些啊，看到就是哎呦，厌恶冲击，不然就是要打了，对不对？不然不是跑就是打了，对不对？你要疏通，你要找新的组织，新的组织。哎，你又看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联系，懂不懂？你不会看到就害怕打，对不对？厌恶逃，对不对？撞，不会。这样子怎么样？这样子生小孩啊，对不对？娶老婆啊，造业啊，比较放心有没有？比较放心有没有？比较放心有没有？